私はファコイララルーラ、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輪たくさん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幸せ見つけた、可是天气非常的好呢。嗯。马哥已经是个大女孩了。贝斯虽然是个好孩子，但是身体不好。艾米规矩不错，但是年纪太小了，剩下的就只有乔了。乔不行，乔不及格。就是啊，乔的规矩太差，而且又像个男孩子一样。乔，讨厌，讨厌。你认为乔比较好是吗？喂，乔，不行，喂，好可怕哦。那如果是艾米，你觉得怎么样呢？你到底比较喜欢哪一个啊？艾米，艾米好可爱，艾米好可爱。是吗？我知道了，那我测定一下他们好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好好，赞成赞成。齐伯母选养女，啊，糟糕了，是马齐伯母来了。等一下，他这个时候来有什么事情呢？以前我也说过，让孩子们轮流去学习礼仪我并不介意，但是要当养女的话呢，那就可能有一点。我记得你以前曾经拒绝过我，但是这一次并不是为了钱呢，毕竟我的日子也所剩不多了，所以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关于这件事情，我先生现在出征去了，我也必须要考虑到孩子的心情，所以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无法回答。啊，关于这一点倒没有关系，我并没有说马上啊。养女，不得了了，马齐伯母的养女，她会选谁呢？这是大事啊。养女的事先不急，不管是他们四个其中之一谁都好，希望呢他们可以轮流到我家来帮忙。嗯，那我先回去了。啊，让我送送您吧。养女啊，马齐伯母那么啰嗦，当他的养女一定会很可怜。可是马齐伯母家好吸引人哦。
尤其是那座有天花板高的书架，柔软的大椅子，待在那间书房里面，一切的烦恼都会忘了。乔，乔瑟芬。哦，可是马上就是这种情形。虽然跟这间房间大不相同，但是还是家里比较好。哎，史格普，早安！你在这里玩没有关系啦，但是要记住不可以摇稿子哦。史格普，你今天一个人啊？你弟弟史考特呢？嗯，嗨，史考特，你们要听好哦，再喜欢文学也不可以淘气哦。上一次你们其中一个咬了我宝贝的书，对不对？是谁咬的？快啦，像个男孩子乖乖认错。原来两个都有份呢、啊，下次不可以咯，要记住。好，自己去玩吧。如果乖乖听我的话，下次拿起司来请你们吃。杨宇，艾米，你要去哪儿啊？你回来了，我要去马奇伯母家帮忙呢。为什么呢？乔嘞？他说他今天有点事，那我要走了，再见。哎，好奇怪啊。艾米，艾米。干什么？我现在正在打扫书房呢。叫你先打扫。不可以，等一下。艾米，拜托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哎，老是喜欢向我撒娇。艾米，你好可爱啊，你好可爱啊。你不用说好话来巴结我啦。嗯，怎么搞的？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记得他撞到了艾米小姐，所以把欧姆的水盒跟饲料盒全都给打破了。哎，记得。你到这儿来坐好。艾米不知道怎么样了，会不会挨骂啊？艾米的从小就非常的任性，你一定要严格的教导她。虽然您说要严格，可是艾米小姐现在她才九岁呢。不，我从小也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有人说你太严格的。盘子也行，杯子也行，汤匙也行，全部让他洗没关系。是，夫人。艾斯特，这里的餐具全都好漂亮呢。是啊，全都是非常昂贵的餐具呢。洗好了，有擦干净对吧？是啊，要擦亮哦。好好玩呢。养女的事情让艾米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呢？哎，对了，我去找萝莉谈谈好了。当养女啊？就是啊，马奇伯母她想从我们四个姐妹之中选一个人来当养女呢。嗯，那你的意思呢？马奇伯母家是很有钱没错，当然会有吸引力咯，可是我还是不要。马格跟贝斯他们知道养女的事情吗？不知道哎。那艾米呢？嗯，现在大家都还不晓得这件事，就只有我知道而已。那伯母她是怎么想的呢？我妈妈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她。啊，我想也是。可是马奇伯母她非常的固执，我很担心哎。
为什么？如果乔你没有打算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呀。我当然不是担心我自己咯，可是艾米现在正代替我到马奇伯母家帮忙呢。哦。艾米啊，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辛苦你了。来，坐下来喝杯茶。是，谢谢您的招待，马奇伯母。请用。艾米可真乖啊，老是这么有礼貌，比乔瑟芬好多了。啊，对了对了，你替我转告你妈妈，明天要乔过来。是，马奇伯母。明天乔，明天乔，讨厌，讨厌，讨厌。好了，你们都安静一点。啊，明天轮到我去啊。马奇伯母她是这么吩咐的。你说吩咐，你讲话真有礼貌哎。嗯，我被伯母夸奖了好多次呢。哦，艾米是个优等生。对呀，明天是乔，后天是贝斯，大后天则是轮到马哥到伯母家去帮忙了。我也要去吗？我也要去啊。真是奇怪了，要我们四个人轮流去帮忙，马奇伯母她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我想马奇伯母一定是太寂寞了，你们就轮流到她家去帮帮忙吧。是。妈妈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人了，乔，不要偷懒。啊，原来是你呀，乔，讨厌鬼，打扫不干净。少啰嗦了，闭嘴。啊，我刚刚才打扫干净的耶。啊，乔，生气了，乔。喂，喂，你还丢啊？你如果敢再胡闹的话，我就拔光你尾巴的毛。喂，我打你哦。乔瑟芬、啊、你在干什么呀？竟然欺负弱小的鹦鹉。刚刚被欺负的人明明就是我。好了，不要再解释了。是，我才离开一下子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喂，太好了，乔，你活该，你活该，乔。哈哈哈哈，喂，哈哈。对于那只鹦鹉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头疼呢。就是嘛，那只鹦鹉太可恶了，气死我了了。乔儿小姐，你也用不着这么生气嘛，毕竟它只是一只鹦鹉而已啊。它真的是太欺负人了嘛。乔瑟芬。是。乔，你过来看看这儿，你看还有灰尘留在上头呢。你看这里也是，你全部给我重擦一遍，听到了没有啊？是。哎，哈哈哈哈哈哈！乔，重新打扫，重新打扫。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最快乐了。你呢，记得？谢谢你，乔瑟芬。啊，是，真是的，只要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头疼了。记得你也来。啊，乔，我把眼镜忘在房间里头了，你去帮我拿过来。好。乔，快一点。
哎，没有啊，到底放在哪里啊？你有看到了吗，基德？我到处都找不到哎，走吧，基德。伯母，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嗯？啊？啊，对不起啊，其实就放在这儿，我竟然忘了呀。嗯。哦，真是的。今天轮到乔哎。是啊。不知道乔他今天表现的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伯母非常的啰嗦啊。这倒是真的。我想要是贝斯你一定会哭的。啊，我才不会哭呢。呵呵，不过明天就轮到贝斯你咯，没问题吧？没问题的。哎，是乔哎，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哎呀，我快要累死了。我虽然比较中意乔，可是他那样子实在不行啊。欧姆，你觉得怎么样？讨厌，讨厌。那你呢，基德？乔，不行了，乔，讨厌，讨厌，讨厌，吵死了！喂。谁啊？是我。有什么事吗？乔，你到底怎么了嘛？平常的活力全都不见了，难道是马奇伯母吗？哦，你猜的没错。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妈妈人呢？在隔壁啊。难道她是去找爷爷商量了吗？啊，什么事啊？嗯，夫人，您说的一点都没错，照你想的去做是最好的。我想如果你先生在的话，一定也会这么做的。可是要是拒绝的话？即使拒绝，依他的个性来看，不会太介意的了。那么孩子们呢？最好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不过他们都很敏感，或许已经注意到也说不定啊。如果是那样，就问问他们的意见吧。好。你说什么？我们有人要当养女，马奇伯母的养女，一点也没错。而且我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去他们家帮忙的。我觉得，如果是马奇伯母家的话，当他的养女也没有关系。艾米，你真的这么想吗？啊，啊！原来艾米，你并不想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已经讨厌我们了吗，艾米？啊，才没有那回事呢。那你为什么会想去当养女呢？我说的只是假设情况下的意见而已呀。我明白了，艾米，其实我也很喜欢马奇伯母，可是要当养女就另当别论了。我也是，我想都不会想。我也比较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啊。是真的吗？嗯。我告诉你们哦，马奇伯母她一定是在测验我们。啊？你所谓的测验是？因为他要我们轮流去帮忙啊，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了。对呀，可是说实在的，我不懂妈妈她为什么会答应这件事情。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哎，我们待会儿去问妈妈好了。我回来了啊，妈妈回来了，大家准备好。艾米，书拿反了啦。啊。你们几个都在啊？乔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呢？伯母人还好吧？妈妈，嗯，妈妈，
是谁告诉你们的？是我听见马奇伯母跟妈妈在谈这件事的。怎么会这样呢？对不起，妈妈。不，其实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马哥、乔，或许你们还记得吧，之前爸爸缺钱花的时候，马奇伯母曾经说过想收养你们其中一个做养女，而那个时候妈已经拒绝他了，但是最近马奇伯母又重新的提起这件事情。哦，那妈妈，你答应他了吗？不，我只有回答他，如果是学礼仪还有帮忙的话，倒可以让你们去，至于其他的呢？太好了，那我们没有人需要去当养女了。当然了，傻丫头，你们大家仔细听好，我们这个家不管再怎么穷，妈也不可能会弃你们于不顾的，我们大家会一直在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家一起在这儿等爸爸回来，都明白了吗？谢谢你妈妈，谢谢你妈妈，我太感动了。傻丫头，怎么哭哭啼啼的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哦，对了，我现在就到马奇伯母家去拜访，明白的向她回绝这件事。原来马奇伯母的测验是要从四姐妹中挑选一个养女。温柔的妈妈对于这件事觉得非常的心痛，可是马奇伯母真的过分到让乔他们四姐妹都那么的讨厌吗？不，其实马奇伯母是非常担心他们四姐妹的事，马奇伯母一个人一定很寂寞，但是相信她一定能够体会妈妈的心意的。人了，乔，不要出来！啊，原来是你呀！乔，讨厌鬼，打扫不干净。少啰嗦了，闭嘴！我刚刚才打扫干净的耶！乔，生气了，乔！喂，喂，你还丢啊！你如果敢再胡闹的话，我就拔光你尾巴的毛！喂，我打你哦，乔瑟芬、啊、你在干什么呀？竟然欺负弱小的鹦鹉。刚刚被欺负的人明明就是我。好了，不要再解释了。是我才离开一下子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喂，太好了，乔，你活该，你活该，乔，哈哈哈哈，喂，哈哈哈哈。对于那只鹦鹉呢，我也觉得非常的头疼呢。就是嘛，那只鹦鹉太可恶了，气死我了了。乔儿小姐，你也用不着这么生气嘛，毕竟它只是一只鹦鹉而已啊。它真的是太欺负人了嘛。乔瑟芬。是。乔，你过来看看这儿，你看还有灰尘留在上头呢。你看这里也是，你全部给我重擦一遍，听到了没有啊？是。哎，
好，重新打扫，重新打扫。我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最快乐了。你呢，记得？谢谢你，乔瑟芬。是，真是的，只要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头疼了。记得你也来。啊，乔，我把眼镜忘在房间里头了，你去帮我拿过来。好。乔，快一点。没有啊，到底放在哪里啊？你有看到了吗，基德？我到处都找不到哎，走吧，基德。伯母，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嗯？啊？啊，对不起啊，其实就放在这儿，我竟然忘了呀。嗯。哦，真是的。今天轮到乔哎。是啊。私は若いならルーラン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丘草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非常的好呢。玛格已经是个大女孩了。贝斯虽然是个好孩子，但是身体不好。艾米规矩不错，但是年纪太小了，剩下的就只有乔了。乔不行，乔不及格。就是啊，乔的规矩太差，而且又像个男孩子一样。乔，讨厌，讨厌。你认为乔比较好是吗？喂，乔，不行。喂，好可怕哦。那如果是艾米，你觉得怎么样呢？你到底比较喜欢哪一个啊？艾米，艾米好可爱，艾米好可爱。是吗？我知道了，那我测定一下他们好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好好，认可认可。其伯母选养女。啊，糟糕了，是马奇伯母来了。
等一下，他这个时候来有什么事情呢？医生我也说过，让孩子们轮流去学习礼仪，我并不介意。但是要当养女的话呢，那就可能有一点。我记得你以前曾经拒绝过我，但是这一次并不是为了钱呢、啊。毕竟我的日子也所剩不多了，所以。嗯，怎么搞的？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记得他撞到了艾妮小姐，所以把欧姆的水盒跟饲料盒全都给打破了。记得，你到这儿来坐好。艾米不知道怎么样了，会不会挨骂？艾米的从小就非常的任性，你一定要严格的教导她。虽然您说要严格，可是艾米小姐现在她才9岁呢。不，我从小也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有人说你太严格的。盘子也行，杯子也行，汤匙也行，全部让她洗没关系。是夫人。艾斯特，这里的餐具全都好漂亮呢。是啊，全都是非常昂贵的餐具呢。洗好了有擦干净对吧？是啊，要擦亮哦。好好玩呢、哦、养女的事情让艾米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呢？哎，对了，我去找萝莉谈谈好了。当养女啊？就是啊，马奇伯母她想从我们四个姐妹之中选一个人来当养女呢。嗯，那你的意思呢？马奇伯母家是很有钱没错，当然会有吸引力咯，可是我还是不要。马格跟贝斯他们知道养女的事情吗？不知道哎。那艾米呢？嗯，现在大家都还不晓得这件事，就只有我知道而已。那伯母她是怎么想的呢？我妈妈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她。啊，我想也是。可是马奇伯母她非常的固执，我很担心哎。为什么？如果乔你没有打算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呀。我当然不是担心我自己了，可是艾米现在正代替我到马奇伯母家帮忙呢。哦。艾米啊，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辛苦你了。来，坐下来喝杯茶。是，谢谢您的招待，马奇伯母。请用。艾米可真乖呀、啊，老是这么有礼貌，比乔瑟芬好多了。啊，对了对了，你替我转告你妈妈，明天要乔过来。是，马奇伯母。明天乔，明天乔，讨厌，讨厌，讨厌。好了，你们都安静一点。去啊，马奇伯母她是这么吩咐的。你说吩咐，你讲话真有礼貌哎。嗯，我被伯母夸奖了好多次呢。哦，艾米是个优等生。对呀，明天是乔，后天是贝斯，大后天则是轮到马哥到伯母家去帮忙呢。我也要去吗？我也要去啊。真是奇怪了，要我们四个人轮流去帮忙，马奇伯母她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我想马奇伯母一定是太寂寞了，你们就轮流到她家去帮帮忙吧。是。妈妈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关于这件事情，我先生现在出征去了，我也必须要考虑到孩子的心情，所以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无法回答。啊，关于这一点倒没有关系，我并没有说马上啊。养女，不得了了，马奇伯母的养女，
他会选谁呢？这是大事啊。养女的事先不急，不管是他们四个其中之一谁都好，希望呢他们可以轮流到我家来帮忙。那我先回去了。啊，让我送送您吧。养女啊，马奇伯母那么啰嗦，当她的养女一定会很可怜。可是马奇伯母家好吸引人哦，尤其是那座有天花板高的书架，柔软的大椅子，待在那间书房里面，一切的烦恼都会忘了。乔，乔瑟芬。哦，可是马上就是这种情形。虽然跟这间房间大不相同，但是还是家里比较好。哎，史格普，早安！你在这里玩没有关系啦，但是要记住不可以摇稿子哦。史格普，你今天一个人啊？你弟弟史考特呢？嗯，嗨，史考特，你们要听好哦，再喜欢文学也不可以淘气哦。上一次你们其中一个咬了我宝贝的书，对不对？是谁咬的？快啦，像个男孩子乖乖认错。原来两个都有份呢，下次不可以咯，要记住。好，自己去玩吧，如果乖乖听我的话，下次拿起司来请你们吃。养女，艾米，你要去哪儿啊？你回来了，我要去马奇伯母家帮忙呢。为什么呢？乔嘞，他说他今天有点事，那我要走了，再见。哎，好奇怪啊。艾米，艾米。干什么？我现在正在打扫书房呢。叫你先打扫。不可以，等一下。艾米，拜托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哎，老是喜欢向我撒娇。艾米，你好可爱啊，你好可爱啊。你不用说好话来巴结我啦。不知道乔他今天表现得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伯母非常的啰嗦啊。这倒是真的。我想要是贝斯你一定会哭的。啊，我才不会哭呢。哼哼。不过明天就轮到贝斯你喽，没问题吧？没问题的。哎，是乔哎，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哎呀，我快要累死了。虽然比较中意乔，可是他那样子实在不行啊。欧姆，你觉得怎么样？乔，讨厌，讨厌。那你呢，基德？乔，不行了，乔，讨厌，讨厌，讨厌，吵死了！喂。谁啊？是我。有什么事吗？
乔，你到底怎么了嘛？平常的活力全都不见了，难道是马奇伯母吗？哦，你猜的没错。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妈妈人呢？在隔壁啊。难道她是去找爷爷商量了吗？啊，什么事啊？嗯，夫人，您说的一点都没错，照你想的去做是最好的。我想，如果你先生在的话，一定也会这么做的。可是，要是拒绝的话，即使拒绝，依他的个性来看，不会太介意的了。那么，孩子们呢？最好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不过他们都很敏感，或许已经注意到也说不定啊。如果是那样，就问问他们的意见吧。好。你说什么？我们有人要当养女？马奇伯母的养女？一点也没错，而且我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去他们家帮忙的。我觉得如果是马奇伯母家的话，当他的养女也没有关系。艾米，你真的这么想吗？啊原来艾米你并不想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已经讨厌我们了吗，艾米？啊，才没有那回事呢。那你为什么会想去当养女呢？我说的只是假设情况下的意见而已呀。我明白了，艾米，其实我也很喜欢马奇伯母，可是要当养女就另当别论了。我也是，我想都不会想。我也比较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啊。是真的吗？嗯，我告诉你们哦，马奇伯母她一定是在测验我们。啊，你所谓的测验是因为她要我们轮流去帮忙啊。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了。对呀，可是说实在的，我不懂妈妈她为什么会答应这件事情。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哎，我们待会儿去问妈妈好了。我回来了啊，妈妈回来了，大家准备好哦。书拿反了啦。